现在我要拍一个 video， 是要你羞辱干你娘台巴子那条穷鬼。我先影响我的 piano bar piano wine bar， 顺便俾你睇下我着嘅咩皮鞋。看看什麼牌子啊，上網查一下看是什麼牌子的皮鞋，這些價錢一對買得你十對皮鞋啊。这些普通的红酒，我想你碰都没碰过，喝都没喝过了。介绍你喝，这个我正刚刚，这些太高级了，你不行的了。这些普通的一些，不是这个，这个普通的 B-Shop 就普通的了。马币188一支，你买一支来喝，很正的这个，抵喝啊，便宜啊，平价红酒的，不错的。你389咧，你就飲唔起噶啦！呢400多蚊一支嘅紅酒，馬告區嘅紅酒咧，你更加飲唔起啦！你咩聽都未聽過啦，我諗你乾利良台巴子，你個窮鬼！我本來都唔想咁絕嚟到侮辱你，就係俾你個鄉巴子睇下，了解一下。一山还有一山高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但已经比你高级好多了。